的粉丝，我们是吉亚社大三老人群这样。好，可以在考研究所之前再玩一次，真的还蛮爽的。好，我解释一下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。这首歌是回声乐团的歌，这首歌是一首月亮写给地球的情歌。所以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歌曲，我第一次挑战唱情歌，我还蛮紧张的。喂，好。不好意思，让我们试一段音量平衡。春又给班。那我们开始了。真的、啊？就经常讲话一下。经常讲话。喂。好，我们开始了。经常对麦。一切的感情尽在不变，那我相信默契会带我们向前走。36年陪着你匆忙，为你开一盏夜的光。